什么情况走到这边来？那个我们那个家属来报案的时候，那我们就有那个当天就有展开协寻，然后我们因为当天那个没有找到人，所以隔天早上我们在有那个分局那个防治组在联系那个消防队，由消防队还有里长还有他的家属跟我们派出所同仁然后一起来这边寻找。那经家属他表示说，这边其实他们前天已经都找过了，但是没有找到人。然后我们在调阅附近的监视器，然后再去比对，然后看到说阿婆她是自己一个人走上来这边，然后我们再开始再重新再找一次，然后才在这个地点，那找到那个阿妈，她的那个她人是躺在这边这样子。啊，家属有什么看法对这件事情？其实家属他对这件事情他是没有比较特殊的看法，他只是说很感谢警方能够帮他们找到他的母亲这样。但那个老太太有没有说他为什么走到这边？当初我们有询问那个老太太，然后他是说他本来在一个朋友家做，然后后来就有人把他带来这边，但是我们调阅监视器的发现说没有，他前后都没有其他的人把他带来这边。所以阿婆有没有形容说这个人长什么样子，大概几岁，他认识他吗？这个阿婆他并没有去那个陈述说他的带他过来的人的年纪或是特征。4号的下午两点多的时候跟警方反映说报案说有这个状况发生，然后当天下午我们就已经有跟里长村还有村民还有他的家人共同来寻找过了。所以是4月5号才找到人？对，是4月5号的11:50在这个地点找到。所以他在这边已经24小时了。是。